要吃了的啥子哟？这个。要干啥子嘛？要写名字啊，要签字啊，还要带回学校不？要的。快走了。走。来了。啊？啊，东西呀。粽子要吃不？我这样连熬一包的。给老汉儿。你现在要洗澡不？出太阳了。洗要得，等两天要得。头发都又摇起鼓鼓了。想多等两天上课。那你是洗澡接弄哈？你那里吃的行？我看老子这里操洗服都不啦？吃的。吃的，二天上课不你又不搞呀？还叫？那医生说不要吃太嘛太辣，一般的可以吃。哦，你是你自己想吃。本来就是。那我洗个面锅哈，好好吃。来把中间年头来不嘛，乖。热了，你看看啊。啊，中间穿的毛衣，热伤风都没有。你都穿两件，然后穿三件。这样熬到了，对。你又来了。好。嗯。喊外婆子。对，外婆子敲门。出去吃那个姐，我说喊昨天又在煮，昨天又在煮的蛋汤。那要吃不嘛？要吃上炖鸡噻。搞点蛋来。哎，我也烧一下嘛，要不嘛？那什么？糖醋排骨要不嘛？糖醋排骨没得海椒的。他说你不要惹家人说，哦，大口味的吃说就没事说。那我去弄。有。轻点嘛。不是。人家小老蒸蒸了，你要来蒸了碗。哎，你好生做，你还提提盘盘的。喂，我今天好跟你说哈，好见你就说，还有不？我儿那儿在淡了，你马上干嘛？来了，你吃一个那个啥？正好我没得，放两天就到了，就火了，还不是？要火的那冰箱子噻。这要扣好了，快扣！我看到了，儿子，外婆看到了。你在哪里？你都说话了，你说你在哪里啊？我现在如人，我说是你有哪个煮爆喽？啊，让自己喽。也吸点盐，味道淡的。我说你都开始洗好嘛，这片子看着好看的嘛，实在的人嘛。你今天咋都又吃又啥了都？俺说是你。你昨天盐菜好子没吃没拉肚子，我那什么都管。吃过，主要是。你中午当早餐吃噻，那开水焯些泡鸡来下噻。你吃盐水没有？没有，是。昨天把钱打给了吗？没有。像我这哪里有啊？今天说呢，你要用钱，别没用钱就打给了。打给嘛就打给了噻。我开了一万三，今天开了两万。昨天就是几重开。二天分两万，听没？听没？我留着哈，关心我。那两年你在屋头比老娘住的多点，你在屋头住好几。我说你老了不住吗？我还是住会儿噻，你不要全部拉成年噻。你求你的。燕儿，交接了，听没有？我们把这里给他霸占了，好吧？不要。不要，为啥子？这哪个的屋？这是妈妈的屋，是不是？都是叫外婆家的屋。这是妈妈的屋吗？舅舅的屋。舅舅外婆家。妈妈的屋。嗯，三三六叫的，这不是九九的吗？憨不？我跟你说，那里也热死了哈。嗯，我那时候老子他呢，我说老孟了，把老妈老子分了我老子。那老妈还不是啊？意思是你们嫌你们啰嗦了。那你两个连骡子噻，你走跟了我了。听没有？跟着你就干，我自己做去，做不到吃了再说。儿都嫌你们骡子的时候，我这媳妇更嫌你骡子。不要弄话题呢，急嘞！不要给他拽。我看你二脸吧，一直都冻得到啊。那个打工那些搞邻居还不是的，我慢慢是真的吃啊，不知道那你看到锅的话，我也把明家也接一会儿嘞。要得。要就跟外公外妈说好，你们喊我接哥哥。妈妈帮我蒸一下。先给我端水。慢点，慢点，你这水。还有点用不了没啊？给外婆等你一下。看表了没？那就吃妈妈拌面。五、一、
那个营养餐来做饭好了。先给我外婆哈，要不要啊，老先生？哎呀，水果嘛。你让我拿给你，还你拿我还是吃了是吧？他们说呢，吭哧巴巴不吃完。哦，哎，这儿沾一坨。